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高考这么刺激的东西呢？因为这是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一次公平的竞争。从今天起，只让你来十一班，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；只让你来十一班，我陪你们一起死磕高考，死磕清北，把人生这副牌。报告老师，我这个人听废话就想撒尿。全国6万多所中学，没有一所敢拍着胸脯保证清北的录取率，你又凭什么？一间教室，一间办公室，老师学生我自己挑，还有一个助理。爱怼人的行吗？雷鸣老师，一席一年考上清北，你的自信都是从哪儿批发的呀？雷老师，如果搞砸了，车班申请我自己提。二，曾老师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一个帅气的家访啊？姓雷的，你给我听好，高考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，最重要的考试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。广撒，可以撒。你觉得广撒网有多大几率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、愿意负责并且单身的男人？不大，但是快。你俩之前认识？吃杠。行家呀，惯犯。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学习的料，反正我十一班。这是我的流量密码。加油！既不聪明又没天赋，还口吃。三，从小到大，你有没有一次是你自己想做、自己想学，哪怕是为了报复、为了发泄都？你们都清楚自己来十一班的原因，想要原路折返之前的生活，没人拦着。从今天起，十一班正式成立。但是我这儿不欢迎划水的，有想找刺激的可以挑战一下。你记住，你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那条鱼。放开你的！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了学生还是为了自己。哇，加油！咱们不讨论动机，咱们只看实操。先别睡了，雪安排。With me。学而不思 ，the confused； 思而不学 ，the die。哇哦！接下来的一年里，你就是你自己，不属于任何既定习惯，不属于任何人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但请给我记好了，后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填空。雷老师，爹味儿越来越重了。有吗？